people are like standing behind me looking at my broadcast. This is quite funny. 对，你们想跟他们说话吗？ 你可以，好，没事。你看，Hello， 你们是上海人吗？ 来玩的，就是来玩的，从哪儿来的呀？山东，山东的，我们美国的，美国人。我就是一个博主，然后教汉语的，现在。你用什么软件？就是TikTok， 抖音的外国版本的，加个微信啊，聊一聊了。可以加个微信，我就是用我的微信手机，大概热点的呢。因为这个还要那个用外网。你加他个微信，加我微信，你加一下。哎，我扫你了。刚刚你扫我吧。哎，下次。哎，你扫我。中文教一下中文吧。行行行行行，哎，你扫我吧。行，我叫悟空。 悟空，孙悟空的悟空，嗯，可以，我不姓孙啊，这名字不错，我不是个孙子，我以中文也不错，还行还可以，谢谢。一般不会美国，没有，我现在在杭州工作生活，然后有时间有空就来上海玩，应该跟你们差不多，你们什么时候回山东啊？没过个三天五天了，对，啊，到时候你去山东玩，好，微信了，好，有微信了，我下次来山东就家里玩，好吧？同意一下，好好好，我通过一下哈，我好，拜拜，啊，再见。 So that's the benefits of learning Chinese if you're living in China.